请形容快问快答开始。觉得自己头发放下来比较美，还是绑马尾？绑马尾。比较怕在水里咕噜，还是泥巴里面咕噜？泥巴。最堵拦黄秋怡呛你没有帮助竞选，还是鬼子菜？给他讲一个事实。去竞选。如果不在饭店工作的话，形容会想找怎样的工作？不要工作。生活中遇到渣男会选择脱水还是会把他吃掉？脱水。好。现实生活中遇到小三会畏缩还是正面冲？当然正面啊！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冠廷比较爱吃还是自己比较爱吃？王哥很爱吃。我比较爱吃。好，可否帮我们预测一下谁是下一位拎便当的人？真的。好不要啊，不行，说别人要负责任。编剧突然劈俩狗，他要突然形容跟谁身心灵交换角色，那我就跟秋怡交换啊，换我被骂一下，然后换他那个。那你演的秋怡也会一样很凶，可能会更凶。哦，那我们要请编剧帮你一下，不要打开，换一下闪电。男神二选一，戏里面其实男神很多。哦，我们先从比较边角角。张振辉跟詹小飞，詹小飞，詹小飞跟唐永泉，哦，有詹小飞，哦，詹小飞跟汉森，詹小飞 ，Oh my god， 詹小飞跟蓝总监，哦，很难选吗？詹小飞好了 ，Oh my god， 詹小飞跟王查理，詹小飞，哦，天哪，詹小飞跟金燕君。燕君，对了，对对了，对了。好，燕君跟燕婷，燕君跟燕婷啊，燕君吧，燕君跟冠达，谢成君，好，冠达跟冠廷，谢成君啊，对对啊，哦，那等一下是我男神哎，现在已经是谢成君了，对对，谢他，谢成君跟大林，谢成君，哦。谢成君跟最新的饭店黑马王，谢谢。Oh my god！ 是我们所有男生女生的男神。好了，他最近虽然都在被防病，应该也感到安慰。最近去给他探病吗？买一些骨质比较好的营养品。不用，很多人关心他。我跟他前去看他，我还得出外景。因为你心里跟他交手，其实好像没有什么。没有啊。连那个你去呛，就是你在记者会上，他都没讲半句话。就是，我知道他来干嘛。我就是对不起，连钱，他连钱都没有啊。一定要收看《金甲后勤部》。